6月11号就要比赛了，在哪边？在台北田径场。它是全世界就第一大的运动，对，真的是可以说是用生命在踢球。嗯，我们还有8场球赛等着我们，要为中华队拿下这个胜利的成果。大家真的相信中华队，那相信我们这些流汗打拼的球员们，一起呢来在第二轮的比赛来力挺中华队。也希望借由这一股力量，让整个台湾的足球就此受到大家的关注，受到企业的一个关注。